你知道地球最强木塔在哪里吗？答案就是这儿。这里是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木塔，与法国埃菲尔铁塔、意大利比萨斜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。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木塔，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唯一一座全木结构八角形楼阁式塔，被称为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，世界木结构建筑的典范。其实木塔并不易保存，它通体近3000吨，经历了40多次地震、200多次炮弹袭击，还有常年的风吹雨打，依然傲然伫立千年。这一切离不开一代代研学修缮古建保护人的锲而不舍。1000多年来，世人的惊呼赞叹从未中断，送上赞词的不乏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这样的大咖，而像应县木塔这样的历史文化古建在山西还有近3万座，数量冠绝全国。历史文化遗产在这里始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。